明星偶像组合 TFBOYS 的主唱王源拥有不俗的唱功，他还是众多粉丝心中英俊帅气的小小男神。而今天中午，一位名叫今天执行兔的网友在微博上发出一组图片，并写道：如果王源不当明星，那他将来一定会是个很出色的班主任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 TFBOYS 的成员易烊千玺和王俊凯正在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上课做游戏，而此时的王源则趴在窗户外面观察着里面的一举一动。这不禁让小编想起了曾经上学时情景，这不是班主任经常干的事儿吗？看来王源真的是一个当班主任的好孩子啊。